五星碾菜大礼包原价3785元，优惠整数3000元，坚果肉干礼包也折扣近600元。南门市场寄出年节采购优惠，市场也与悠游付合作，结账就有15%的回馈金，最高可折抵现金450元。此外也结合网路，让民众上网采买，部分商品就直接有8折优惠，数不完的摊商限定优惠等民众来挖掘。南门市场他们得到了中办的五星级的市集，所以我们市政府特别支持他们，我们拨补了大概150万的奖励的，然后他们全部拿出来回馈给消费者，所以从今天开始到2月28号，他们会希望所有的民众来台北采买年菜的话，只要有悠游付来购物，满3000块就可以回馈最高到450块每天，所以你今天买完第二天还是可以再来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到南门市场来采买年菜，我们希望这个今年的过年大家都能够好好的过个年。恐怖最想要吃什么？我最想要吃那个心太软，心太软很好，那个心太软很好吃，然后它还有那个，因为它那个猪脚也很好吃，对对，万有泉的猪脚它也很棒，就其实南门市场它有非常多很有特色的，那加上说年菜的时候大家都很挤嘛，所以今年特别有电商平台，然后第二个是他们还做了大礼包，就是大家不知道挑什么就点下去，就是南门市场最有特色的会包在一起，那这样也有一个优惠价，让大家都可以吃得到，在家里就可以订得到南门市场的年菜。南门市场去年获得全台五星优良市集之一，成为许多市场典范。为了吸引更多消费者上门，摊商也在采购月加入各式好康好礼，和消费者一同感受年节氛围。记者翁俊台北报道。